怎么会有可乐？我是让你画饼充饥，老是喝可乐，迟早变泡妞。要是此刻我有马良神笔就好喽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家里进贼吗？ 去，还真有！这小偷长得挺帅，还会跳舞哦，挺养眼的。啊呸！可恶的小偷，快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啦！哼！哎，别！我进来找魔方，找到魔方，我送你马良神笔。你早说嘛，这忙我帮定了。我刚刚跳下来的时候，就瞄到树底下五颜六色的魔方了。那给你，好耶！拿到马良神笔，神奇的画笔。 我要可乐！哇塞，有可乐！咕噜咕噜，今天又是肥仔快乐的一天。咦，妈咪，我想快乐一整天。想喝可乐是吧？拿上剪刀去外面除野草，要完活我就给你钱买可乐。只要能喝可乐，让我挑粪洗马桶都行。那正好。妈咪，我开玩笑而已。马桶不是把别人你生气干的活，我怎么能去抢呢？化身扫地僧，刷刷刷，轻松完成任务。OK， 拿到3块钱，放进自助售货机。嘿嘿，有可乐了！咕噜咕噜，今天又是肥仔快乐的一天。嘿嘿，好难过呀！今天的可乐被爸比给喝了，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生气。爸比说让他喝一口，结果一口就没了呀！哪有这么坑女儿的爸比哦？哼！咦？ 这里有颗五角星，莫非？赶紧去雪地找根木棍！嘿嘿，我想的果然没错，真的能合成魔法棒！巴拉小魔仙变！好耶，可乐马上了！咕噜咕噜，今天也是肥仔快乐的一天，嘿嘿！我的妈呀，有鬼！嘘，别大喊大叫的，我是外星人。外星人，我看你像木乃伊。 都一样啦，看到我后面的箱子呢，穿越回来带了82年的可乐，可是钥匙被吸进黑洞了。小问题啦，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等等，我去图书馆找钥匙，就在边边上。打开箱子，哇塞，82的可乐，我还是第一次喝。咕噜咕噜，啊呸，好苦啊！